哇，抓住抓住，哇，快接！今天我们特意从我妈老家偷了一对土凤凰，一黑一白，你看非常漂亮哈。我们拿去把握这个从来没抽过的这个很长的一个水坑哈，希望鱼获多多哈。来，把握鱼获多多。过了几天，我蹲倒了。这个是我江西的一个粉丝过来啊，今天要跟森哥一起去抽水坑，我们到上面那个水坑，阿峰在船上看船啊。好，走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，我是江西来的粉丝阿亮。来，我们今天爬这个非常长的一个水坑啊，以前从来没抽过。来，阿亮扔水果。好，阿森盘他。好。家人们，我们那个水管不够长，然后现在森哥用那个水桶啊去舀水。我们现在水缸已经抽干了，你看很多鱼。来，阿亮，那边八爪。好、哦，来了，我这么大的八爪没进过。哇，还细石头。是啊，有一两斤哈、哦。然后这里也是盲鱼。哇，还跳、啊。哦，来，抬头，一两斤啊。来，哇，哦，真牛掰。哇，神龙摆尾！生哥，生哥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这是珍珠斑啊，很漂亮，来抓住。好好，两边手抓住，扔到土里面，太好了。来了，小包公啊，这半斤多。哎哎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哇哇，大一条哈，一斤半有。来来，这是什么鱼？哇，哎哎哎，不要跑。珍珠斑，半斤哈。去这里面看一下，哇，这边很多搁浅的。来，先抓红鱼。你看，红鱼就像弹簧一样。这家伙，哎呀，看这个搁浅了，珍珠斑很久了。你看还是活的。啊，这里都是。哇，是黑斑哈。啊，还有一只鲈鱼，这鲈鱼也是一两斤的。哇。哇，最近龙虾很多，又是小龙虾，是三四两的，来收了，先收了。啊，这边有一只好大的鱼，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嘿，哇哇，这一只很大，被踩掉，哎呦，小心点。嘿嘿嘿，来来来，扔到土里面。那边好像还有一只哎，等我啊。这个洞有点跑哪里去？你跑，来跑，来跑，跑哪里去？哇，抓住抓住！哇，快接住！来，黑雕哈，那里面好像还有东西、啊。还有吗？哎呀，来摸一下啊！哎呀，这什么软绵绵的？我去，好可怕！天哪，我拽不动啊！呀去！哇，现在很多石头，这个、石头快接住这个这么大的，我非常漂亮哈，这只八爪真的很漂亮，你看像大转盘一样，来，哎，哎，还很漂亮，啊，是不是等我等太、等我等太久了？哇，好漂亮，你看，这是珍珠斑哈，来，森哥。哇，螃蟹！哇，你看，哎呀，咬我，还是带籽的。哇，还好咬我手套。来，再等下来一换身，这么多可以产出非常多的小螃蟹。来，啊、这里有一只。哇，珍珠斑。啊，一斤。来，上面还有一个水坑。哇，又是一只黑斑哈，这个有一斤半。来了，鲈鱼又一只，哇，这可能碰到石头了，身上都红色了哈。来，哎呦，大包公，看见了，哇，这个有两斤啊，哇，又是驴肉鲨，这个驴肉鲨一斤多吧，很漂亮哈，你看一面黑色，一面白色，来，喂。
哇，4.58号，这个有一斤半了，这一斤要450-500呀，这个应该有一斤半了。来，今天收获非常不错啊，哎呦，畸形了，没事，算了。哇，这肚里面，哇，躲在那肚里面，哇，一只龙虾哈，从里面抓出来，躲在那里面非常深，这个应该有半斤啊。哎，哇，这么小的螃蟹，可能是体现那只螃蟹的儿子吧哈。然后等一下一起跟他们母子俩发生了。来了，哇，都是。来，哇，这里太会跑了吧。哇，里面很多鱼啊。哇，这大！哇，来了，来了又来了！哇，都是！啊，这么小，里面很大。啊，来了，三只蛋！哇，漂亮！哇，这么大！漂亮，哇，好多，一大把，一抓到是，这野生的，又一只，把伸到这里，来看，阿凯，接一下，来了，哎，哇，好多，里面非常多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好像龙虾。哇，出来！哦，不能进去了。哇哇哈！大龙虾抓出来了，回去给我抓断了。漂亮！哇，里面很多鱼，非常多。哦，来，哇，两三只，来抓一抓一，摄影师。好，剩下小的我们不要了，回家吧。好，现在孩子也差不多长潮了，走，阿凯回家。好，回家了，阿凯。好 ，OK， 好，回家。哇，这个水坑非常深啊。我们看一下鱼网啊，好的。哇，爆头了！今天爆头了，这里又是八种，来抓进来，你们龙虾、小鱼不要抓哈，小鱼等下放生。小鱼，哎，钓！爽不爽啊？爽！今天大收获，这么大的八爪鱼都没见过。你看，主要龙虾，你看。哦，忙鱼小心点，忙鱼小心点。来，阿亮，帮你老乡抓一下。好。哇，亮，厉害！来，螃蟹要抓头。这小鱼都放生掉哈。啊，对，把这只几件带子的那个螃蟹哈，拿去放生掉，因为这里面太多只了，因为很多小螃蟹，然后把这个小黑毛全部放生。来，我们一起放生吧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们回家吧。阿峰，船已经开过来了哈。好，买鱼了。这八爪还进多少钱？50吧，50哈。哦，300一次啊，这个鲈鱼60块哈。还进600。135哈。这红鱼35。哦，75算80给你。这是桂鱼啊，厉害了！这里桂鱼价钱也不低，1斤多，660。然后这个包钩呢，和珍珠斑的一共多少钱？算330吧，50给50啊，这条买卖很棒。
公重的了吧，算三百，算五百三吧哈，三算三四五百三，这个三十五，大概多少钱？好好，算一下，一共是2329。2329。啊，我算2335给你。啊，那你多算5-6块钱。没事啊。那谢谢。现在现金给你哈。好。哎，今天现金不够啊，只有700块，然后微信转1635给你哈。好。好，到站了哈。好。下次多多，希望搞多多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余额已经卖完了，卖了2335块钱哈，老板还多算了6块钱给我们，要不我现在老板只给我们现金700，我们等一下转300给你，然后剩下的300多我们去担油钱跟那个打窝的钱，然后今天收获总体还是很不错的哈，希望再接再厉，然后最后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森感慨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